直播间说我腿短的人自己应该也不高。真的 绝对是这么一回事。谢谢大家关注啊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稍微你那么近，他会不会待会儿又说聚焦敏感部位？不会，我是搞怕了。对啊，高跟鞋是黑色啊，这不是很明显是黑色吗？这个帕拉梅拉多少钱？我身后的这一辆吗？身后这一辆的价格116，心不心动？116带走。今天没有戴眼镜，少了那个韵味。你们真的是挑了挑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眼镜我就是随时戴在身上。你们说不好看我就取，你们说哎好看我就戴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、嗯。这个事儿难不到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痒，蚊子咬我。对啊，你看。就是这么分分钟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来，有喜欢的，哎呀，我都不敢讲了。来，大家有喜欢的车，有想了解的车，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告诉我，我马上带你们看。我身边今天能够带你们看到的车有300-400台，好吗？买科目二包过吗？你不过的话，我继续考吗？我那个什么，我给你报名，你继续考好吗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总裁有，总裁旁边就有总裁，知道吧？实在不行的话，老板你那个。找我，我来给你做代驾，好吗？今天怎么穿鞋直播了？我发现他们是真的分不清吗？总裁有吗？总裁有的，来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旁边的总裁。来，想看车的朋友，哎呀，我还是拖着穿了，走路不方便。来，想看总裁的朋友，我这里有一台玛莎拉蒂的总裁，这一台现在看一下总裁。好的，威姆啊，年姆威，年姆威，这里总裁就在这里。这一台总裁的价格96.8，你就可以带走了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们家的总裁目前在我们家的现车应该有一个10几台的样子。你看，你要是觉得一台不够你看，一台不够你挑，你直接告诉我啊，我分分钟满足你10几台，你好好的看，好好的挑，实在不行你来试驾，好吗？试驾我还不收你钱啊！你穿鞋我都认不出来了。那你说你认得出来我，你告诉我我是谁，我叫什么？来，直播间的人认识我的告诉我，我叫什么？我今天稍微喝了点，我忘了我自己叫什么名字，我也忘了我自己是来干嘛的，好吗？我就只知道跟大家讲车了啊。来，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赞点到10000啊，点赞点到10000，给大家发一个小福利，好吗？露露吗？我是露露吗？你们都知道我是露露，为什么不跟我点关注？为什么不挂灯牌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啊，现在播车都是美女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现在女孩子太多了，男孩子哦，现在是男孩子，男孩子少啊，男孩子太少了，女孩子太多了，所以呢，那个岗位比较稀缺，女孩子也得吃饭嘛，对吧？也得给你们撑起一片天。我真的感觉那个手机有问题。想看卡宴吗？卡宴有的，我旁边有一台。旁边有一台那个保时捷，旁边好几台，我都可以马上带你看。点赞点到10000，给大家啊，给大家来一波福利好吗？谢谢庞总，谢谢庞总的礼花筒啊，谢谢庞总。